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照亮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火焰。泽夫，你在干嘛？找你半天了。啊，小姨子。我在种点萝卜的，不是把它做起来干嘛？你来干什么？说。哎呀，你过来呢。干什么？心心叨叨的干什么？这这俩上个没人地方说。啥没人地方有什么好说的？哎呀，先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慢点。哎呀干什么？泽夫，我有，你要死了？哎呀，不是，我有谈恋爱了。谈恋爱？不对吧？这大前天的，这还算得准备给你找个是吧对象看看什么？你咋那么去谈恋爱了？这不总准备要去相亲了吗？这相亲跟谈恋爱它是两码事儿。你相亲是相亲，这相好了亲才能再去谈恋爱呢。好吧，不管他。那么你相亲你给我什么事啊？这不有相亲了吗？所以他就需要钱啊。什么？你去相亲你需要？不对吧？这去相亲不都男方花钱吗？哎呀，你也是他们，我就写的跟他们不一样，我要叫男方觉得我大方阔绰有能力。所以我就想直接花钱。我看你这不是大方，你这像是缺心眼啊。你意思就是跟我这钱呗？嗯。再多说？不多，就五千。五千？我一分钱我也不值啊。为什么？我一分钱也没有，我哪么值啊？你哪有那么有钱？那么这俺家里的钱都恁泽管着呢，我上哪有钱？你别装了，泽夫，我还不知道个你啊！你去打麻将时候哪来的钱？你跟伙计们的哈酒哪来的钱？客气，也没留联系方式了吗？也是，你可能忘了，因为你家的人太多了。那行，我现在就去给俺泽叔叔。哎，这是，哎，真是啊！你跟踪我是不是？你这五千，你这样，我可以再给你，但我有个前提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给你出一道题，你要是把这道题啊答对了。答到我心满意足，我就再给你五千块钱。但是你要答错了，那我就一分钱就不挣了，行不行？行，我的智商怕是吗？来吧。君子一言，十匹马都难追。好，请听题。说我们这个人啊，从头到脚底上，再从脚底到头。再从前胸到后背，后背到前胸，浑身上下，哪里是最长的？嗯，最长的啊，浑身上下，哪里最长？对，让我想想啊，我知道了，头皮。头皮哪么能是最长的？不是一句成语叫头皮发麻吗？所以他肯定是最长的，对不对？回答错误。
继续。错误。那么样就是憋着。憋着哪么能是这张呢？你看这憋孔嘞，什么憋湿了什么的，多着啊！停停停！哎呀呀，太不对。还不对？这让我笑笑啊！我走丢了，你妈肯定是脚丫子，与其伤你，好几天不死脚，你脚臭死了，对不对？你这姿色哈，也不对呀、啊，还不对呀、啊？你妈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不能告诉你啊！我告诉你，那你不就知道了吗？除非你不跟我折钱了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哎呦，真费劲、啊！那行吧。你说答案，如果你说答案。